in an international school is the hardest job I have ever had, and the Chinese teachers are such good role models with their organization and working style and helping others. Their professionalism and engagement with students is so heartwarming. This is more than a job. It's a way of life and giving to others.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ll you do. 如何在教育中发挥语言和文化的优势，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是我们每一所国际学校、每一位中文教育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所以我想，我们梁家滩国际学校有使命、有责任，打造一支非常强劲的这样的中方教师队伍，来引领国际学校的中文教学。中蒙国际学校协会，它有84所会员学校，分享者有来自广州、苏州，还有新加坡、澳门等等国际学校一线的老师和教育者来参与。 今天的这个大会呢，对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学习的平台，反思自己的教学来调整自己的教学思路，为日后的教育发展提供更好的方法。我们从事的是语文教育工作，所以我们就要有这种强烈的意识，把优秀的文化播种到学生的心田。 让人文的精神、人文精神之花开遍思想的源远。不管我们走在现实的大道上，还是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终归要面临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第一条，大家都不会有一个就是方向和目标，没有方向那就叫做迷路，没有目标那就叫做流浪。第二个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规则。 在规则的基础上，我们再去讲境界。艾克美斯对我来说很熟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因为我们做国际教育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终身学习者。终身学习者不只是对学生提出的一个要求，也是对我们从事教育行业的教育工作者提出的一个要求。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会议，我们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界的一线的这个从业人员呢，大家可以一起聚在一块儿，然后呢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在一线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经验。我觉得在这种分享的过程当中碰撞出来的火花呀，可以对我们今后的这个工作呢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我仅代表ACMS董事会、行政办公室，还有我们筹委会的全体成员，感谢校长，还有西安梁家滩国际学校为这次大会所做的一切努力。